食噶啦。秘书嚟啦，食物好多嘅臭。Hi guys， 我现在在怡宝，然后跟这位巴生人。虽然我是零哦，巴生人。虽然我是怡宝人，可是 MCO 过后我很想找回来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怡宝有什么玩。所以我现在要带巴生人来怡宝吃吃喝喝，应该只有吃比较多了。然后因为我们在怡宝，所以我们要 challenge， 也不是我们，是他讲广东话。你知道你一嚿一嚿啦。你介绍下你自己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Joanne。系咁多来自？我来自巴生。OK， 我哋有第一集。今日食乜嘢？你想食咩啊？你想食咩啊？反正睇住。Ice Americano， one ice mocha。呢个系你嘅 pasta， 意大利面。Mushroom 叫冇？哎 ，mushroom 叫乜嘢？蘑菇面，蘑菇意大利面，蘑菇意大利面，系 aglio olio， 意大利面，thank you， 呢个系，呢个系黑松露 ，hash brown，hash brown 我不知道，番薯。荷兰薯，呢度番薯。而家我哋食 tiramisu， 食 tiramisu 啊 ！tiramisu， 攞大水，然后你都要攞车买个冰雪。哎呀，我哋嚟饮茶啦，而家我们要喝什么？不是，你要饮咩？你要饮咩？吓，你要饮咩？饮咩水啊？手抖。呢个系咩嚟噶？Pancake 叫咩啊？太靠近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不是吧？唔系吧 ？Pancake， 广东话。唔好意思，我都唔知道。鸡蛋饼。鸡蛋饼？唔系吧？而家我哋食紧拌面。早晨。唔系，我哋而家饮中咗三万。33蚊。我哋喺小红书睇到你哋推介一个板面，麻辣板面，有少少辣啊，真系，但系几好食噶啦，好唔好食啊？我们不是我们，我哋而家响怡宝新开的一个 outlet 叫做 Silver Lake or something， Silver Lake something， 但是呢是什么都没开的，我们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哪边，现在行下看路，揸了30分钟的车来这里，之后是好像什么都没有的，哎呦我呢有 coach， 不然我讲华语。而家我哋发觉我哋要去嘅地方系对面，咁远呢，
我哋已經行咗好耐，仲有咁遠。之後呢度寫可以坐船，但係咧係冇人噶喎，冇人噶喎。之後做 Emily 我，我唔係踩喎，唔係踩船喎，就太搞笑啦佢。你係咪好想踩船啊？呢個天氣排骨會熱熱咯，屎忽會熱。问题系咁远，踩去边啊？那个船应该喺度噶嘛？呢、這个船睇起嚟都好似少少牙烟，好似好危险，真系好危险咁啊！哎呀，好远啊！救命！我哋终于到啦！你啱啱同我讲 not very far 啫嘛？达州啦，二达比州啦！哇，我们到了！其實是一個小小的 coffee shop， and then 好像是怡寶第一個 coach， 所以就比較多人來打卡。那我們叫一杯東西喝下先啦，因為太熱了，同埋這裡其實什麼都沒有開，所以其實都沒有什麼可以做，就是打個卡，喝個水，吃個 soft serve 這樣。有少少貴的 ice cream， $23。好無聊，好無聊，做咩啊？嚟嚟嚟。我哋而家喺，我哋嚟噶嚟拜神，嗯，喺呢、這个什么？其实我掉翻转，我唔知道点读。法天圣地呀！哇，你睇我个音仔真系太热啦，湿晒，成个人都油晒。又拜又保佑啊！但系保佑好人噶咋，衰人唔保佑噶。虽然我系怡保人，但系我都系第一次嚟呢度，好靓噶喎！呢度都在家吃完饭，我们出去吃甜品。我们叫一个咯，嗯，一个就好。一个，嗯，这个，你敢吃吗？敢的。你敢讲真的敢吗？可以啊。吃甜品，我哋嘅冰酥嚟啦。之后因为今日系拜五，拜五拜六咧系有免费嘅豆腐花。两个人其实可以免费两碗，但系我哋一碗就够啦，因为我哋。好细食噶咋，系咪啊？你睇呢个咁大嘅，食完啊，真系屙屎！食完就屙屎，闹屎忽，闹屎。食完嘢，我哋唔知点解无端嚟咗 Portugal， 然后好多人噶噃。有得租鞋啊，租 scooter 啊，然后就喺度玩啦。不过我唔识啦。Hello， 而家系3:00啦。我哋一朝早喺屋企食咗早餐，之后而家我哋出嚟食个 brunch。
我哋而家喺一間叫做Red Brick Kitchen 嘅地方，喺半島入邊。而家喺度諗緊要食乜嘢？呢度淨係可以食weekend， 淨係可以用餐一粒鐘。有啲唔好啊。有啲緊張啦。今日咧，我哋有啲粉丝福利啊，系咪啊？我朋友咪着得好性感啊！想睇更多嘅话咧，就记得要 subscribe 啦。一望两次subscribe for more。呢个系我嘅 risotto， 蘑菇 risotto， 然后你嘅系。都是蘑菇 spaghetti pasta， 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啊？你都未吃？吃了。形容一下个感受，形容一下个感觉是点？地址无法形容。哈？地址无法形容的好吃。这就我恐怖。好吃到我不知道。要用咩字嚟形容？好笑！我同大家翻譯一下，佢意思嚟講，簡直好食到無法形容。冇俾佢形容。呢一句我收唔到。沒有字嚟形容。哦。完全冇字可以形容。嗱嗱聲食啊！咁我都嗱嗱聲食啦。我哋两个食剩好多蘑菇，我哋觉得个蘑菇太多啦，就嚟要中蘑菇毒啦，系咪食唔落咗？食蘑菇多会臭。喂，这个不可以食。啊啊啊！嚟，如果你食蘑菇多，你个有味。我嬲啊！呢个可唔可以讲啊？我唔知啊。你叉叉叉。呢度有个游水池噶喎，原来头先呢度有四脚蛇，有少少惊。而家我哋去睇睇，风景，好靓嘅风景啊！好，而家我哋嚟到唱 K。唱 K， 兩個人唱 K， 唱啲廣東歌好唔好啊？俾觀眾欣賞下你廣東話。四個小時啊，真係好耐。四個小時可以唱四粒鐘。四粒鐘。明明一個後生人，竟然唱埋啲咁嘅歌。佢點嘅歌我真係明白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能不能继续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好，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，慢热的却停不了，还在沸腾着。现在我们讲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讲广东话哈。好啦，头先我嚟唱完 K， 而家同我屋企人食紧饭。咁听日就要翻屋企嘅话，你有冇咩感想嚟讲啊？吓？哇！连车细细声讲，喂，细细声讲。你会怕丑嘅咩？你听呢个广东话。快点！嗰啲感想，例如你覺得我揸車點啊？好魯莽，好魯莽。咁樣你覺得怡寶點啊？relax 靜靜啊？大家留 comment， 很 relax 靜靜。
其實你應該上個好無聊，但係你好驚俾異國人打，所以你就講好 relax， right？ 好悠閒啊！啊，好悠閒。咁你下次仲會唔會嚟啊？而家係付啲錢啦。祝你通靚就華語。我們先要做 ending 先，因為等下我們又要做什麼，所以又沒有 ending 啊。你快點講一下，vlog 結束要講什麼。Please subscribe, like and comment。快點講，用廣東話。訂閱。還有？Unlike。按讚。點 like 啦，點 like。還有最尾個？還有什麼？打開小鈴鐺。你真是叫我做小丑啊！